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林肯中国总裁朱门军在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上以高昂的激情如此形容全新一代林肯航海家。发布会现场以震撼的新锐艺术装置为林肯展台打造了乘风破浪链接世界的沉浸式感官体验，展现出了勇于进取颠覆创新的林肯品牌。同时呢，也与全场景中大型美式豪华 SUV 全新一代林肯航海家相契合，基于百年传奇底蕴，绽放年轻潮流活力，定义美式豪华于浪潮悲涌的时代之海中奔赴百年新航道。全新一代林肯航海家是完美诠释了 QuietFlight 2.0 设计语言的首款车型，无论在外形还是在人文关怀方面都体现了人性之本的境界。全新一代林肯航海家有着傲人的车身尺寸，采用超宽大后排美式沙发，二排宽裕的乘坐空间领先同级车。此外呢，基于 FNV3 智能互联全网架构平台开发的数字座舱，采用高通骁龙815芯片，通过同级独有的双 23.6 英寸环抱式 4K 超高清屏，让用户在每一段长风破浪的旅程中都能享受丝滑的极致体验。环抱曲面大屏标配三种全新主题场景，设计独具匠心，联动128色车内氛围灯，座椅记忆香氛音乐，让人仿佛置身于 IMAX 影院，沉浸感十足。我天哪，当我坐到林肯的驾驶舱的时候，我震惊了。此时此刻我坐在这辆车上，我看曲面屏，我好像在坐在了好像草原上抬头看银河，完全被曲面屏给沉浸的覆盖或者是包围，太爽了吧。如果说全新一代林肯航海家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成功人士，那其优秀的动力啊，绝对像是一个运动员，搭载了全新 2.0T 高功率发动机，拥有同级领先的190千瓦峰值功率以及390牛米的峰值扭矩，匹配平顺的八速自动变速箱，澎湃动力随心输出。同时呢，全新一代林肯航海家首次全系标配了 AWD 智能四驱系统，搭配同级领先的 CCD 自适应悬架系统，让每一次出行都得心应手。那么作为一款中大型 SUV， 携带家人出行也在所难免，全力以赴才能安全出行。因此呢，标配新一代林肯 Copilot 360TM 2.1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现 L2 加级的智能辅助驾驶。新车拥有潜艇级高强度车身，符合五星安全标准设计，缔造出88千米每小时的追尾碰撞测试标准，打造安全堡垒，让每一次出行都与安全相伴。全新一代林肯航海家作为林肯的全球战略车型，无论是在动力、空间、舒适、智能，还是在安全方面呢，都有不俗的表现，肩负着推动林肯品牌扩大豪华市场份额的重要使命，展现出了林肯对中国市场前景的强大信心，更彰显出中国市场对于林肯品牌的重要战略地位。